大家好，这里是天阳玄机啊。如果是有八字、手相、面相、风水方面的困惑呢，可以进行关注啊。我们来看这个手相哪三处有肉啊，代表财运比较好。首先一个呢是财帛宫啊，财帛宫在巽宫啊，指的就是在食指的根部啊这个位置。此处有肉呢，主财运大吉啊，说明此人的一生财运最旺盛。他们天生啊有聚财的格局啊，能够创造更多的一些幸运的机会，属于这个兜里最不缺钱的这种运势啊。尤其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啊，财帛宫有肉啊，代表此人事业有成，天生能招财啊。而且呢啊，千万不要小看女人的聚财能力啊。第二个呢是艮宫啊，艮宫呢其实就是在金星丘内部啊，这个艮宫和震宫，这个是震宫啊，这个是艮宫。艮宫的位置呢啊，就是刚才讲了啊，这个主贵人运势啊，横财运势啊。如果是一个人艮宫有肉，说明此人天生能旺财啊，能够聚财，属于生财有道之人。不管是男人女人，这个地方有肉，能够带给一个人呢、啊、更多的财运啊，幸福满满一生啊，最不愁金钱。尤其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啊，这个地方有肉，不仅是自己发财，而且有旺夫之运啊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食指连心啊，那么指头上啊其他部位。这个其实他那个也能靠看出一个人的发达的运势啊。如果手指上这个跟这个手指头有肉啊，说明此人的一生不愁金钱呢，属于大富大贵之人，天生就有旺福之命啊。而且能够靠自己的实力啊，双手啊抓金抓银啊，一生啊最有福气，最有财运。尤其是女人这个地方有肉，代表的兜里有财，而且心中没有压力，非常的清闲。好了，有关这几处有肉，这个财运比较好，就分享到这里啊。这里是天阳玄机，如果是有困惑，可以进行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